那种延误非常快，就感觉你第一次出球以后，这机会总是出不来，再出球呢，人又到了啊，总是这种感觉。但这个巴西呢，我觉得中国队再加以利用，这就是说什么呀？这叫阅读方式。哎，这是我觉得巴西队球员现在有点情绪失控啊，这没发生任何事情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有点情绪失控，而且在热刺这端没球的位置，胡尔塔斯。这么有经验的老将直接把这个怪龙给推飞了。我们刚才关注点一直在底线出界的位置，不知道这个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你看这球，这明显是一个冲人去的动作。哦，这明显故意的。对。